深港废水储存罐里真的装有核废水吗？找我们进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经常跳恩港的玩家，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恩港的海边有两个巨大的罐子。这种罐子在现实里通常用来储存废水，而结合海岛的背景，切尔诺贝利事件，那里面应该装的是核废水，与日本的核废水储存罐非常类似。那么里面真的装有核废水吗？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进去之后，在内部只能看见整个罐子的基础框架，罐子里面的核废水已经被排空了。而将核废水排向大海会导致极大的生态污染，可能这就是海岛的海里没有生物的缘故吧。游戏往往源于现实，而现实往往更加可怕。前段时间日本福岛不顾海洋生态以及人类安危，坚持将大量核废水排入大海，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实在不耻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